我们再用20多年的时间，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强国。1972年，春天知道周恩来同志患了癌症，按照他初期的癌症和治疗条件都可以治好的，但是呢他不能够得到治愈的这个结果呢，最重要的原因呢，就是一个工作太繁忙，第二个是心情是很沉重的，工作都排得满满的。我们劝他的时候他都这样说：总理总理啊，我是全国人民的总理，你们看看我现在能够休息得了吗？我不干谁干？我不管谁管？老人亲眼，小孩都不约而同地站直了身体，摘下帽子，眼睁睁地望着灵车，哭泣着，顾不得擦去腮边的泪水。花年年是照样的开，但是你离开了这院落，已经不会再来。